系的宝宝们，我是亚洲欧普拉丹妮表姐。那这一集的星座纠察队呢，我们请到一个自称是外星研究员的大来宾，是小鬼黄鸿升。这么刚好就是表姐最痛恨的射手座男生呢，他完全是来找死啊！所以小鬼接着我的问题吧。听说表姐有很多问题要问我，放马过来。第一题，我遇过非常多的射手座男生，都是王八奥运的金牌，是王八乌龟，你怎么说呢？射手座是热爱自由、有思想的一个星座，感情是一体两面的。郭雪芙、布布跟丹妮表姐，如果只能选一人带回你的星球去的话，你要选谁？郭雪芙，郭雪芙。遇到所谓的感觉对了的女生，你们渣男射手座会怎么样发动攻击？我会先引起她的注意，让她喜欢我。尺寸是传说中的三颗一米小泡芙，跟16.9公分，但是却不动桃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觉得小泡芙，因为我觉得技巧取胜也是蛮重要的。反正你们射手座就是很爱消失在地球表面啊，你们要干脆就是不要谈恋爱好了。为什么这一次的题目对于这个射手座有这么样的攻击性？不然我们会见面吗？我们见面来吵一架。2月4号星期天晚上10点，我将带着我的热腾腾的新专辑《Human》即将跟大家见面。